领班刚才叫你，这边我来弄吧。行，那你忙吧，嗯，把碎纸都装上。哎，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事，真够忙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欢聚在一起，是为了两年前这一对情侣再一次重逢。哇！江小姐，江小姐真是不请自来啊！你这身装扮……我听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劳烦你把酒吧的监控调出来，谢谢。看看吧。收好了吗？嗯。原来你早就发现了，所以订婚协议也是你调包的。夏林，好好看看你身边这个男人有多阴险，利用和你分手让我放松警惕，然后调查我，就连这场舞会都会被他利用。江姐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是你居心不良，我不得不防。我之所以不告诉木木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伤心，我不想他知道，他最信任的伙伴竟然处心积虑的要谋害他。你才是凶手。哎，小梁，你大晚上去哪儿啊？我去酒吧找夏琳。酒吧，夏琳。
喂，你好。请问你是姚良的姐姐吗？如果那天你没有拒绝小梁的告白，他就不会大半夜跑去酒吧找你，如果没有看到你们所谓的美好的相遇，他也不会喝醉酒发生意外。而你呢，自始至终不知道小梁为你经历了什么，你可以毫无罪恶感地享受生活，享受关注，享受别人对你的追捧，享受爱情，享受一切，做一个清白无辜的人。而我弟呢，他现在还在医院里，我妈每天以泪洗面，我呢辞了工作从头开始，还要每天面对害我全家的人，一个不够，还要再来一个。所以你一年前来到我身边，成为我的经纪人，就是为了要给你弟弟报仇。你断送了他的一生，让他一无所有，我这个做姐姐的总要做点什么吧。你不是想当大明星吗？好啊，我就好好经营你的事业，让所有人都关注你，等你习惯了这种虚荣，我再让你感受到被人唾弃的滋味。只是没想到林一周阻碍了我的计划，他成为你强大的靠山。不过老天有眼，让我知道林一周就是害我弟弟的凶手。江女士，我们今天来想聊一下你弟弟的事儿。别冒充耗子假慈悲了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先听我们说完，再做判断也不迟。行，有什么直说吧。林一周找了全球最有名的脑科专家给姚良治病，医生今天说他有醒来的可能。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凭什么这么做？姚良毕竟是木木的同学，虽然你动机不纯，但是你为木木的事业确实付出过心血，木木有意愿帮他，我当然支持木木。我们来就是想告诉你关于姚良的事情，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再来告诉你。江姐，你好好想想吧，我们先走了。等等，师父为你哦，给我资料嫁祸于你的，师父为你。谢谢。默默，现在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把婚礼给办了？我还是想好好完成工作再说。我知道默默一直都很努力工作工作，现在好吧，工作吧。谢谢林 boss 啦。默默，那你先去忙吧，我也要开会去了，到家记得给我发消息啊。拜拜。怎么了，老板？我们派去盯傅维宁的人跟丢了。赶紧在木木身边再多派几个人保护。是。喂，木木呢？夏琳姐刚走啊。喂，木木，你在哪儿？我刚刚在电梯里，没有信号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没事，就是想问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。好，没事了，拜拜。老板，
保镖那边说夫人那边一切正常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